亚太电信。Galaxy S i909只在亚太，现在买就送双重好礼。来，妹妹怎么样看这个18%账户结清，可是变成一个瞩目焦点。啊，我觉得国民党你们真的只有这个宰雕吗？真的要欧流谁都真的没有隔到这种地步吗？可是今天晚上应该 talk show 节目会谈哦。会哦。那我就说他的目的就要转移焦点啦、啊。一定是主要的。老师，我不想跟他起舞啦。如果要问的话，我很想问马英九先生一句话啦：你的党职并公职可以让你18%领月退，你将来不干总统以后，你要不要领18%？我也可以这样问呐、啊。我还是要再回到一点，国家的主权被糟蹋至此，请你们把焦点转回来好不好？不要整天只想着选票。老实说，祸国殃民。好，谢谢。高平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田文龙。我是一个理化老师，我选择。